好，下面这一题，基本波动图形判读，这也是一个波，这是一个波形，所以它是 YX 图啊。那 ABC 珠呢，这四点下列的描述何者正确，单选题。好，来，这个波如果向左跑啊，我们当然就是把它画一个什么，下一个瞬间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画一点点，这个波呢下一个瞬间应该跑到哪里？跑到这个绿色的位置，跑到这个绿色的位置，好，对吗？好，来，那这个好了之后呢？问你 ，A 呀、ABC 珠四点的速度方向皆向左，这个不对呀、ABC 珠只能怎么跳？上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会有这种向左的，好，所以 A 是错的。再来 A 点的加速度与速度方向相同，好，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个正旋波，对不对？所以正旋波的话，这每一个指点会做什么运动？简谐运动。那我们看一下 A 在干嘛，来， A 是不是正在向上？那而且它 A 点是不是往这个上端点的地方靠近？所以 A 点在干嘛？ A 点它正在往上嘛，而且往顶点靠近，要逐渐什么刹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 A 点它的速度是什么？向上，它是向上，动嘛，那加速度呢？好，这个地方注意哦， A 点是向上减速，对不对？所以向上减速就等同于什么？向下加速，所以 A 点的速度跟加速度是反方向。好，来，这个是 B 选项。好，那 C 选项呢？类似哦 ，A 点的速度方向向左上，那这个一定错，只能上下。好 ，Z 点呢？好。Z 点的加速度与速度同方向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一样啊。刚那个 BC 啊，都是判断 A 点，那Z 的话是判断 Z 点，Z 在干嘛？ Z 下一个瞬间是不是往上？好，往上到这里嘛，Z 下一个瞬间是往上，那 Z 点正在干嘛？正在往平衡点靠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正在往平衡点靠近应该是越来越什么快，因为平衡点是速率最快的点嘛，所以珠点往平衡点靠近，那就是这样子画。好，那我们看它的速度当然是什么向上，那加速度呢？好，没有问题，它是向上加速。好，所以加速度跟速度同向，珠选项是对的。好，再来一 B 点，好 ，B 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 ，B 下一个瞬间是什么？往下掉嘛，好，所以速度方向向上，这个是错的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珠选项。OK， 好 ，B 点的速度是向下。这样自己把它更正一下，好。